这是我们一年一季的樱桃大会，但是樱桃吃了了哈，但是会还疯不大。今天带我大队鹏鹏来干会。到了，还得等着他来。胖大哥，你看，就胖大哥来牛后面，来。来来就张牛。这张牛。来来来，还比牛好。来两包，老板娘。哎，看着。火一看就火势这么长，再来一包这个。师姐啊，我付的，你付？就这么强？远强吃什么？给老爷说，老爷给你买。真好啊，朋友们，今天跟老爷干见真好，太开心了。你也能干活，活得真好。看看哪里有卖镰刀的没？卖镰刀天小米熟了，赶上没？嗯，来把扫上。行，买个木线头，走，前面有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还不多。那个卖十个，给十块钱。这十块。这个呢，一上抽粮食，哇一下子。管啊。行。这当这是五块的，这种是十二呢。逮一个，你逮一个。那买把好的吧，哈。好了。啊。现在哈不是都是机器割吗？有这个镰刀哈，有了底头，机器收不到头；有镰刀收，嘎嘎底头。买车你给钱，买用的我给钱。我给。啊，三十五哈。啊行。这个扫帚卖了二十。这是大扫帚，准备扫过去收煤、扫粮食的。行，这就这吧。啊，就这个吧，对。啊，我付钱哈。我有钱。你买车的你付，用的我付哈。哎，哎呦，带个小广播大爷。嗯，我不识字，他识字的。他识字啊？欢迎使用微信支付，联网，请稍后。微信收款20元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嗯，这不是自家管是吧？管。现在农具买好了，带着上街买点菜好的哈，买点吃的。一节给猪八戒，一节给孙悟空啊的。这叫信的，不叫逃。你尝一个尝尝，尝一个尝尝，能尝吗？你也尝一下，我就上尝尝。你这样，这样我教你。酸的，嗯，哎，酸的大蛋仔。太酸了。信的一吃，头一口酸，你看阿鹏说，大家能吃不吃？就软的都不酸了。他不是软的吧？啊，老爷买个烤鸡腿给你吃，香不香？香，太香了，就是这个味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吃了再买。行，我咋吃了啊？刷成锅了。飞机上、机务上、全部的长假滞销。姐姐，哎，买双布鞋，过两天收小麦的时候方便干活。你想干啥？想干啥你就穿，何不让你干？到舅舅家还能要你干什么？十多块钱一个。十来块钱，二十啊？这么正好。前面脚趾头这里，只要这里不挤就可以了。不挤，好不好？正好。再给我俩来一双，来四十一的。正好吧？拉对了，穿正好。哇，胖子，哎，这三双鞋多少钱？三双鞋38。厉害，走，老大，走。十块钱三斤，大车是喜欢便宜了。我等你卖货，卖货全把货好货搁那等着，你不用着急八斤，我搁你倒搁头，他不会这样做的。你老爷聪不聪明，好吧？聪明。这西红柿两块钱一斤，买十块钱的5斤，走。这够吃好几顿了。哎呦，这什么？看，大爷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要钱太高，要不上次我要买的，要钱这才多少钱？这个就这样穿的，就这样。这跟倒着人一样吗？你看舅舅穿，好像刺猬一样。这个阿文过来给你看，穿一下，看看来。这拉风啊！这太拉风了。多一个要多长时间？5-6天。
五六天啊。呀，你这懂事。你几个厉害哦。这都是手艺哈，是吧？爷们，这个俺不买，买个把撬的吧。啊，大爷，你编这一个月要多长时间啊？这个？这个一个小时。一小时都背完了，你们来教教我。来把扫把，来两个这个，大爷多少钱？贵十五块钱。都是你编的，十五块钱，来，行，再见。哇哇，这天啥奇了怪，我就跟那个唐僧师徒四人去取经似的。爷们，我跟你说哈，俺这找个地方哈放下来，我带朋友出去这买点东西吃啊。行，走。